这个十二月，让恋爱重新开始。小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除了你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但是以后我都会陪着你。我很想你。我也是。咱们俩怎么又想到一块去了？老公，我真的好爱你。这个十二月，重拾恋爱滋味。天映圣诞爱火花，十二月三日逢周六晚上天映频道。